没有人会吃啊。我吃了你。来两百块来，他们不喜欢套子。来两百块来四条，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条，你来两百块，叫姐妹了。两百块来，大哥妹哈，赶紧赶紧，就跟你说不用套子，比较有感觉啦哈。感觉不好。来两百块，你今日点点我咧讲十波人的话题。来两百块来，手工的跟来紧的，都没解的。来两百块来，十四条给你哦。来两百块，手工的跟正经好食，我无爱骗。来四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来十二条、十四条，你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手工虾卷，最后剩三个人给人，给弄做咩了吼？两百块，两百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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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块咩了？随便煮，你要煎，你要烤，你要煮汤都好吃。两百块来，弟弟，你喜欢吃什么？跟我讲快点，我卖便宜点。来，还要讲鲑鱼来，帝王诶，松叶蟹脚排，一克百二块，恁的老邻居都有啊，卖场都有啊。三克啊，三百有少无？足少啊！我讲唔免三百，这三克啊，退冰就多只，二啊我两百块啊，两百块啦，这个根本就不用喊了。三盒两百块，绝对不可能这样卖来，就别要、哦。来两百块来，双叶蟹脚盘来三盒、哦，来两百块。你这边是在拿卫生纸，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。来，双叶蟹脚盘两百块，足久无人捡卫生纸去交出来啊！来两百块，够上无买着？双叶蟹脚盘都买到了、哦。三盒两百不会买哦，好、啊，谢谢。你去找恁几杯啦，一克百二呢。找恁几杯好了，来鲑鱼买一千块的。大，你加买两份啦，啦，今仔鲑鱼够水，够的，够漂亮的。来，稍微放好，稍微放好，我先画过来，再来画鲑鱼。好，稍微放。会去。这两片就将近四百五了，三片给你。来，蟹尾棒有四个客人买来，帝王蟹尾棒来十五片，十五片，对，来，大爱来开始，来大哥来，不好意思，我列在。来，要吃鲑鱼，我看三点免七百，免八百，来五百块，等下，我送你一条，真正水的，真的漂亮的鲑鱼。来五百块，谁要吃？只有一个大哥哦，四片给你的，干脆这样，这一片再带回家，五条你先，免九百八百，来五百块来，这免发大声，鲑鱼不要笑的。内行的就买外行的，但要看到我袂看你大细声。来鲑鱼五百块来，五百块，好，咱要吃鲑鱼的，较紧的三条、四条来，五条你来，五百块，来五百块来，来鲑鱼五百块来，来五百块来，五百块来，鲑鱼五百块，够三毛块条紧的，来五百块来，六个啊，几个啊，包啦，肯定啦，咧开物件啦，来鲑鱼五百块来，三条、四条来，五条你来，五百块，刚刚来了乱的，两头钱大哥。来前面也要前面，来鲑鱼五百块来给你三点四点啦，知啦，应该你等钱，鲑鱼不要俗的，来五百块来，而且这解冻红蜘蛛超漂亮的，太计较拢下掉啦，我遐新加新的，你年初是有比你今日较济影啊，一升鲜啊，像鲜鲜。来五百块来，爱甲陈汤妹，来五百块鲑鱼。来五百块来，哎呀，弄爱加买，弄一倍，弄二十二啊，五百块。来鲑鱼五百块来，我今天大好多敲马鱿鱼，可是你们真的太晚了。陈汉这只该多少？今天每个人来都是买一千八百的，我那边几分两分的。来鲑鱼五百块，来五百块来，进来，冰卷它出来了，冰卷啦，来五百拢挂了呗，拢挂哈，好谢谢，来算你哈。来鲑鱼过来，我刷你。来阿冰卷甲摆来出来，拢我出来啦。人阿咧食点椒麻鱿鱼，点无你就摕冰卷出来。点冰卷啊，点无你摕椒麻鱿鱼出来。哦，阿咧唔食物件袂完，搬来搬去。送你。来要食刷你的来，开一千八百面来五百块来，鳕五百块来，直接拿给你了，不用等了。来三点四点六百块呀，来五百块来刷你。五百块的买只，我一个帅哥买了了，阿哥还要食刷你吧？一个买了哦，你不怎么看哦？我今天我这算你买乌皮的话，你去怎么想，去怎么看？来五百块来，来五百块，四片五百元，来五片给你，来五百块，五百块得，后来坑你就对了，来五条你来五百得，来五百，做你考虑哦，来五百块，五百块。规气安尼来五地五百，真正俗啊！来，这个请你这两三四个人给买买来，六片给你们，来五百块来算你，给我爸喝的，来五百块来，
喝到不想回来。我爸过来，我栽培嘛拢安尼尔，我可以用卡路啊，我。你要钱来对噻，来我爸过来，紧嘞，六片哦，一片不到100块哦。来鳕鱼我爸过来，紧嘞，来蒜你三百块的，紧嘞，紧，看手干咩嘞，六条哦。来我爸过来，六片哦。来500块蒜你，我爸够三百块的，紧嘞。啊，手干咩啊？你今日要夹讲啊啊！来500块，都拿到了吗？鳕鱼，好，谢谢。那我先收起来喽。凤梨七块还有，谁要凤梨七块？一起捧个来花。哦，来，有啦，小姐每次都来买凤梨七块。对了，来卡拉鸡腿堡冰卷弄出来啊！哦，这上好吃，你吃，这上好吃，鱼也无半分啦。今天比较好吃，来卡拉鸡腿堡，来这样一包劲辣口味哦，多好吃。等于你胡椒粉的刚收来啊，不免用胡椒粉啊，你着规地要真真正正气炸锅。安尼规地哦，你唔免阁加一撮三毛椒，加一撮三毛椒唔免啊，你个动作唔免阁做啊。一地爱50块，十地爱卖500块、400块，来300块都这样卖一半来，300都卡拉鸡腿堡来要吃无？300块来，哎你加起2包，我了因那个。我讲你要几包金果，一人一包两包无紧，拢总会使。一包唔免500、400、300，来200块来，卡拉鸡那鸡腿堡超好吃的，一人一包200块就好了，200块来。你若要买3包，甲我讲啊，3包我有做优惠，1包200块作秀啊！啊，你买3包另外，我阁想你，你要5包哦，谢谢小姐，感谢你。我一包就好了，200块。我一个也只我买。好好来，劲辣鸡腿堡，过来要吃无？它没有骨头了，它是鸡腿，哦，鸡腿排。来200块拢装备有啊，卡拉鸡腿堡。劲辣鸡腿堡拢装备了，各位吧。大哥，这我唔是袂顾得包伊啊，来冰卷来。我鸡腿拢无夹的。你的鸡腿，你班长呀，无你搞鸡腿。我来，我要买一下哦，来冰卷来。哎呀，我嘛拢冻着啊，恁不知用的。来冰卷500块来，500块，我来要吃冰卷无？这个不用煮了，不用煮了，你回去解冻之后把它切成1块1块。鹅啊，不成啊，我准备了。卖了啊！有啦，我拢一开始就卖啊！啊，你今仔向我来，我伊讲。啊，你家等于看到我要小看个十分钟落啊！我真派人去害恁俩，等我一下哈。来三招哩，500块嘞！今天啦，你来问阿贵啊，就知影有无啊？你有？我按成，做早都无啊。卖完了啦，唔是无卖哦。做早都卖完啦。哎，500冰卷无啊？吼，冰卷后面还有吗？无啊，这只够给你500块。免，来沙巴，300块来，不用煮了，解冻切一切，沾沙拉吃，300块，没无啊？三只沙巴都买袂到了，四只。来300块冰卷，最后两位了，超级好吃的冰卷。来最后两位冰棍，300块，拢装没有啊？哎，冰卷你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哈？那我说起来了，冰卷300块，都买到了，啊，谢谢你们。来，二阿哥来，二被爱上，我嘛出错啊，无啥物件。鹅啊，我唔是卖完了吗？你阿公先磕啦。来，凤梨鸡块给我吹起啦。来，鹅啊，别三个人给你，来200块来。200块。3包200，来一包给我，你来200块来。来，最后两个人给我给你，鹅啊200块。来最后一个了，鹅啊200块来，一包给我，来大杯来，来200块。买啥？买啥？冰车。来最后写700块得，100块。来100块。存几年呢？100块，你再甲送一包哩，送啊！你吃大杯呢？一人一包哩，两人一包哩，你讲是歹呀？无啦。干啦？要找钱啦！你甲送公一包啊？我不介一包的，我食会到啦，要找钱啊，要找钱啊！我要泡面，我泡到尽头，2点钟啊！你吃啥？2点钟唔在暖和。好啊。这样啊。啊，这后边个够。好啊，来500块，两个人加买买都。要求超大只的，来一人一份，500块了。哎，我玩了太猛了。加。来500块。500块。来5杯哦，你。来6杯哦，你。来7杯够，你来500，几杯买都。来有500块了，500块了。两个拢我你哦。还有10块来啊！八包啊都！来冲阿伟啦！哦，太脏！哦，卡手卡咩啊，惊死人！
一只无头的吼，兴趣做无爱收啊，你煞收收的。好啦，讲我伊啦。敢是请我做，我敢无敢对嘛来做啊？啊，是啊。来，找我两百，找我两百。万二啊！就要请万二啊！天啊！天啊！你有要做无？啊，唔过来参照阮两个店哦。找你两百。来，阿龙啊，我无避免的哦。嗯，来虾啊，好啊，来。来蓝钻虾好了，蓝钻虾来。来，刚才买蓝钻虾的麻烦一下，一份拿一包，两份拿两包。来，蓝钻虾来，刚才包买的，刚才买的包好了。来，蓝钻虾谁买的？赶快来，阿表老大两份来。两份对了哈、哦。来，二阿哥要吃素心汤。唔好走，唔好走，这波开始上菜啊，阿表。小姐多到位，去后边换三头两分钟就好啊，大家忍耐啊。我昨个三号换三号去三点四的，我有加汤啊，你拢卖再好福气啦。伊个人加汤啊，伊都不舒服。然后再素心汤来两百块的，这个是老掌柜四神汤哦，真的好吃哦。我不用讲了，内行就知影，伊即间咧做物件足天然的，啊，都好食。但是无俗，两百块，两包百五，三包两百，买袂着啊！来，我要吃素心汤的两百块来，多少钱啊？两百块，还有吗？四神汤。传人，感谢两百块来，对，素心汤的。来五百的。还去来要吃哪位？边个？个真正够有素心汤，来，我了了的来。两位。不用煮了，不用煮了，你给它加热就好了。我吃了多久？来两百块，一定要在台湾。来，这包我请你来。安尼三包或者三包一公斤变过啊，这包给你两百块。来三个。你真正吃着，你就知道我袂恁外少啊，唔免看我一个啦，五包给你。来六包给你来，素心汤，给你吃好爽快来。挂包。挂包哦，有啊，今天谈，今天讨论啊。宋哥，你要带什么？来两百块来。来两百。来两百的。挂包。来，再两个给我、啊。那不是要挂包？那我做。再给我。那我改一把，留两节来。我来做。来，给你素心汤两包。来，真的好吃啊！你不用煮了，然后你就直接哈、哦、给它解冻加热，就很好喝了。来，两包过来素心汤。二三包买着，今年我无想要再。够完啦我记但他做袂。伊无，你头只什么节东东南都包了。我来招包。系啊。一百块来。招家庭无呀，后来好，不如买好，买后买几年啦。招家好，我看嘞。拢话招家庭拢买了哈，来感谢您来。来凤梨鸡块单独交付的过来，啊那个烧烤鸡米花，给几包，给两包开来。咱把鸡米放较高，啊无你规箱给我，卖透啊！来两百块来，变成凤梨鸡块，一包五百，两百块，两包两百块，有少无？这少啊，一包给我你两百，凤梨鸡块，一人三三个人给你啊！来两百块来，唔知我咧变啥，你看人咩的？来凤梨鸡块两百块来，来最后一个了，三个而已。好好好，三五关，来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一位了，凤梨鸡块好啊。你收到一个，我吃一个。过来，我等下无面去变喏。过来，来五根长旺吼，五根长旺那个旺旺来，哦阿修哥甲妹妹来，这修哥超漂亮的。阿娘喂，这笑话吧？有水无？进垃圾的牌甲吹出来吼，漂不漂亮？真正水的深度，一人一分，卖了一千。五个人加买一盘了，五个客人买哦，不用一千八百，这样开五百块啊，小刚啊，五百都五个人给你，大嫂你要几份？来，小刚啊，真正好吃啊，这最正宗的都好吃。你卖烦恼，我俩几杯给你，你金杯，
你无买，我无小哥通卖你啊！来，要食小哥500块啊！500块，几个要食小哥？一个要食两个小哥，来500来包两份哦，大嫂来。几个啊？啊，我包两份哦，大嫂。要几份啊？来，要食这个塔拉鸡腿堡啊！可以哦，他买500而已啊，他说买两份。来。一包唔免500，唔免400，卡拉鸡腿堡，阮阿姐几乎逐礼拜拢来搞买一包，真正好食。唔免500，一包十袋，爱卖400，350、300免，多不了。就是劲辣卡拉鸡腿堡多食，200块，一人一包来。卡拉劲辣鸡腿堡，来一人一包200块，当然了吗？200块，一钱涨就坑话啊！我拢阿袂花人伊就坑伊只，所以人捌食过啊，真正好食。来200块，这下你要几包？来这啦，我咧卖这，卡拉鸡腿堡，拢准备了未？200，200，200，气炸锅都好吃啊！来200块拢有啊，过来谢谢。来，烧烤鸡腿丁来，大家看看。我叫卖卖来卖烧烤鸡腿丁，来卖花枝手卷，就拢搞好啊！来，吊炖排骨够啊卖，好吃，够啊吃啊，咱够一箱呀。啊，做这样变变啊不？一堆箱嘛是吗？要炖排骨的，这箱还是好啊，拢是哦。好，来，八只鬼举手。要炖排骨，我去煮哦。来看了哦，我提一包一包提冰啊，小我提下来，排骨一袋、两袋、三袋、四袋、五袋、六袋、七袋、八袋，靠腰。哦，这一包八袋排骨，没煮，回去你倒在锅子里面加热，就可以喝了，就可以吃了，就好吃，一包100块。200、3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用头排骨，来300块来，要料你吗？我无可能搁载对啊，我载来就是要你送啊。这是拢大人要卖200、300块啦，做好卖哦。因为它的料吼，你有吃过，你绝对会再买。它的汤头吼，你爸爸啉的，妈妈啉的，绝对搁叫你来搞的。但是我少人啊，以后我花就是200、300啊，以后我嘛无可能搁花啊，因为我拼咧落啊，以后歹卖啊。来300块，先招一个人家吃要炖排骨，有人要吃无？300块，我恁讲的无几个人家买会着。英杰，这包搁送你。吃素的啦。来要炖排骨300块来。来300块。来先招一个买来300块，我卖你高味的，俗乎你。300块先招一个买来，油头排骨300块。哎呀，现那个是。其他菜无人要叮当的。偶尔也会吃。好嘛，招一个买300。Hello， 要炖排骨嘞。就是这样。这200、300，我现在拼300、300了呢。所以记得跟你老公说，洗车一个人三个小时。300块，所以我们可以从下午。三包我爸包买袂了，300。来，恁三个买买都加热就好吃了。不是500哦，1233的客人来300，有条排骨300块，祖传的要炖排骨，超好吃的，好贵价，拢无人买银钱。好，谢谢，来阿姐。鸡米花呀，托特哦，拢干袂了。我又唔钓鱼啊，呀，被佛跳墙啊，你企有头排骨，来佛跳墙过来。真的啊，真的。哎，边好不好？这边好不好？没有了。来，500、400变来300块来，一包鱼啊，我2斤重。来300块来，几包够哩？来300咯。阿姐你也袂哦，来2包我都。200块来。汉堡肉、意大利面，好。有办法，我帮你留哈。有啊哈。还有的话，我帮你。有跟长旺哦，跟长旺跟卢滚。啊，现在你的数位方式整合的还是跟人生气价？哦，下礼拜较早来，按他隔壁管。来，阿要食烧烤鸡腿丁鸡米花来，来开300块我来，300块来，一包1公斤我卖200块，来2包你来300咯。烧烤鸡米花，这鸡腿丁哦做好吃，这色的啊，等于你啊加热炒一炒就好了哦。其实慢慢炒一炒啦，这300块买这2包买袂到啊，来几个买？好，阿姐买俩，恁出来到底要食啥？我要袂到啊，麻烦你搞好唔了个。薯条有哦，搁剩一包的罐头。哎，来300。你今天吃了牛肉了，你不是应该？这2包300，2公斤啊，恁真正搁要看嘞。哎，这个真的很好吃哎。你给去也罢呢。现在你要了。三八，搁未结好？300块来，一包嘛卖啊，送上的来。最后一位300块来，烧烤鸡米花。公斤哦，你最后一个人给500片，来300块来吃一下嘛。够人介意不？我迄料不贵，用料哦，你拿来，来，起起来料料的。
我卖你两包的钱，送你一包来，三百块来吃，袂紧嘞。来三百几米花篮，也了。别两包三百了，够了。一根一根的比较有感觉啊。哎，真的好吃，不会辣，不会辣，烧烤口味的不会辣。来三百块来，小姐要一份吗？来，赶快，几米花篮三百块。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，卡手卡咩的来。最后两个人客人，烧烤几米花，五台斤，给你五百都收收。来三百，最后一个人客，烧烤几米花，都有了哈。好，谢谢，能够白话，你收看。来，阿妹请收，那收看多少块钱呢？来日本花季鱼叶干，来花枝手卷，什么米线？薯条啊，谁要？薯条来端，哎啊，这一包啊，一包几块？泡鸭我唔知卖几百包呀，搁问翻一包几块？一包五万呐。来，来，度假无买着，两百块来。花枝手卷免两百，免百块来，一百块完，一百块来买鱼叶。即我卖八条一包，今仔日落去大家欢喜，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花枝手卷，有人要吃未？真真切切切，差不多吃，烤鸭一百块，无人要点吃。安尼啦，二十条恁真来，一百块花枝手卷，一百块料料的。无啊，来一百块呢。点吃我得。车是我发的，我看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人？谁想到在发车？您真正有踩五条就对吧啦吼，好了，你搞诶，来一百块来花枝手卷，几个买？来一个人包二十条给他们，哦，随便了，随便了，没关系的，假欢喜了。其实我的东西不是便宜，每一样都很好，你们吃一看就知道了。来，今仔日无买着，你毋捌去过日本的亚洲？我捌去过奥克纳湾，我伫遐小台。震惊啊！做兵，我不是怕日本啊，我怕美国啦。美国人看到我惊过，惊死。你们有吃花枝？啊！哎，我们讲日本花枝鱼叶干，不是花鱼哦，是花枝鱼哦，不一样哦。花枝鱼是北海道里面才有，花鱼是我们今年那边就有喽。来，我们讲今年会行后，给你喇叭喝不着，就反过来没有找了。有吃过的举手，这样比较快。我靠，拢唔捌人食过哦。这去对食较食有，当然一般的餐厅哦，路边摊无咧这样吃，这日本料理店里面才有，居酒屋里面才有。哦，烤一只就300块，烤两只就550。来，我要食500块啊。你免用烤，你用蒸的就做食，因为伊是伊的干，所以你唔爱烘伤久。哦，烘好好，然后抽起七八分钟，安就做食。来，唔免1000，唔免800，500块来，我先招一个要食日本北海道的花枝鱼的500块。你真正唔知这什么鱼啊呢？来啊！这你食到你的，赞！你的那个，我来陪你的欢迎就行。哦，真正好食，比香鱼还要好吃，真的肉超嫩的，来500块。头家无来啦，我今日加班四天有够啊，了了的呢，卖过在地人。来，我爸九姐妹来，日本北海道花枝鱼500块，我爸说只有妹妹要理我而已，你看，其他人都不理我，不用不不用抹盐，不用洗咯，哦，等于你就是这边的烤鱼，越煎越香，安尼就好吃。